干完了，哎呀，以前不爱出汗头，现在还是出来那种感觉痛了嘞。之前老公今天回来的早了，还没来练完功呢，他回来坐着了嘞。嘿，今天吃啥呀？吃啥？啊？今天继续吃完肉？哦，不吃了呀。以后能不能少做做些了？继续杀个老公卤下的肉。这是啥菜？冬菜菜。又是快菜。还穿哎。这个是快菜。